他爸，你过来摘一下菜吧。你自己弄就完了嘛，非要啥干个啥都要把我人上。哎呀，我们俩在一块做饭有意思吗？来来来，走。什么了？不见呀，怎么？走走快！你走啊，到哪里去呀、啊？哎呀，你怎么又跑出来了你、啊？我太难了，我哥哥做个饭嘛，你自己干就完了嘛，非要把我拉上。哎呀，你是看我闲一会儿你就浑身难受是吧？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？肉太少了，够了，你就炒个菜里面搁一点点提个味儿就行了，又不吃肉。不够。哎，够够，你再化开那肉。你炒吧，我炒。不是，你那个肉再化开半天都化不开。哎，我们俩一块做饭是不是挺有意思的？有啥意思啊？没啥意思。那边说话边做，不是一会儿就做好了吗？都好。采访你一个问题啊。啥问题？你当初为什么看上我了？让你会做饭呀。那会儿我又没做过饭。你那会儿不是给我做了个大饭机吗？哦，就那一次啊。我感觉味道还行，可以，还能过吧。劲儿了你，还能过吧？哦，你的意思你就看上我做饭了，你才找我的啊？嗯，不会做饭叫你干啥？你这个人哦，真是。好了，这辈子就毁到你这张嘴上了。没事，是够了，可以。对呀、啊。来，我来炒吧，你炒菜可牛逼。今天我们准备做这个新疆拉条子哈，炒的是芹菜，也就是我们这儿说的拌面。啊，拌面呢，这个面呢，我一般都是自己拉。这个是为了节省时间，也不并没有那么麻烦啊。我在超市买的这个盘面，大家看这个盘面，就是它已经盘好了一圈一圈的。啊，如果自己和的话，就放一点咸盐，稍微和硬一点，温水和面啊，不要太热，温水和面，然后和完了以后再把它搓成这个条，在盘上，那上面抹点油啊，然后再拉，这个比较麻烦。我们这超市像这样的面也就是3块钱吧。啊，挺便宜的，方便嘛。但是我现在还需要把它要拉细啊，我给大家演示一遍啊。上面抹点油，现在开始这样拉，把它拉开哈。拉的不要太细了，因为我等一下还要拉第二遍。你看它是两层，知道吧？它是两层，中间它根本就不抹油。我原来买的面不是这样的，今天因为没有了，这是另外一家店的。现在把它这样保鲜膜一盖，醒上个10分钟吧。好了，秋裤男开始炒菜了啊！学着点哦。说你胖，你还开始喘了。这是啥？我看一下啊，这配料：羊肉丝、西红柿、葱姜蒜、芹菜，就这些。哦，还有青椒。你耕天来，我织布。干啥去？这是花椒面是吧？对，先把肉放进去，炸一下。啊。学着点啊，不是下星期一炒我就跑了啊。我学不会咋办？学会了你再吃。你都给我搞到那个燃气灶上，葱姜蒜是吧？哎，你多大的时候会做饭的，爸爸？7、8岁吧。你第一顿饭做的啥？西红柿。炒茄子。哦，把西红柿炒出汁来是吧？嗯。火候要掌握好了啊，不能太大，也不能太小，啊。就一个炒芹菜还这么多讲究？炒菜必须得把火候掌握好。哎呦，菜烫多一点了啊。现在这个面是拉好了第二遍，然后现在开始过，然后下。过太细了。不会太细。拉条子啊。
多了多了。啊？多了？你不吃多了哟？还能吃那么多呢？小米果这些就够了。给叔叔阿姨们打个招呼吧。好，叔叔阿姨们、哥哥姐姐们、爷爷奶奶们，大家晚上好啊！嗯，干饭了。开饭了，拉条子。饿得不行了。我也饿得不行了，哎呀，这次买的这个面不行，没劲儿。可以啊。就是没有那个嚼劲儿。嗯。把这人饿的。我当年就看上你会吃了，知道吗？吃完了你都，你再来一份都还有。这个面真的好好吃啊。嗯，这是你今天新学的课文是吧？对。好嘞，念吧。雨点数不清的雨点从云彩里飘落下来。嗯，读的时候要有一点感情。小雨点回答，我要去有花有草的地方，你呢？后面带一个问号，就是在问你。你呢？这样读。你来试一遍来。小雨点回答，我要去有花有草的地方，你呢？哎，对了，读的时候要有感情的这样读，你就像是在融入到这个故事里面了，知道吧？你不要这样，小雨点回答，我要去有花有草的地方，你呢？这样就没有感情，没有意思了哦。大雨点说，我要去没花没草的地方。不久，我要去没有花没有草的地方。它这没有问号，所以不用往上扬声音啊。不久，有花有草的地方，花更红了，草更绿了。没有花没有草的地方，开出了红的花，长出了绿的草。嗯，好棒。嗯。